二贤是台湾第二等鸟，他表现得非常的和平。铁炮百合也是台湾特有的品种，蝴蝶呢也是台湾特有的昆虫。这幅画呢，象征着台湾的地山，加上这些台湾所有的特产，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。我为什么给它画在一起？因为我想，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骄傲，把它画在一起，也是我的梦幻，将它集合在一起，变成一首非常美丽的诗，所以把它题为《福尔摩沙诗篇》。